你要知道，接你的这单生意，我们还是承担了一定风险。连这点信任都不愿意给我们吗？很多年之前我就想找到你，今天才算是如愿。你到底是谁？你还认识报纸上那个女孩子吗？我就是她姐姐。我很多年之前就想查到你们到底是谁，直到上个月，报纸上登出你们的照片，还有你们的名字。我才知道你们的真正的身份。介绍你来的那个人，已经被我在国外干掉了。剩下那个是我在昨天做掉的。他出门买东西。把他喝的水掉了包，里面有我特意为他调制的麻药。我亲眼看着他出了车祸，然后上去割断了他的喉咙。既然法律没有办法伸张正义，那我就自己来执行。所以今天，你是来杀我的吗？你刚刚喝下那杯酒，就已经是个死人了。毒就在这瓶盖里。我喝的那两杯是没有毒的。不过在给你倒之前，我把这瓶盖里的机关打开了，你喝的那杯就成了毒酒。